Oh, That's cool. Did it, it popped it. Oh, it hit it. It fucking hit it, dude. Holy shit. Oh, my God. Oh, my God. <laughs> <laughs> they blow it up. We just watched it. That's wild.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西时间二零二三年的二月四日。这两天，美国人都在抬头看天，头上飘来一只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流浪气球，所有人都在关注拜登什么时候会把它打下来。今天，小翠我一醒来一看新闻，发现，哎呦，不得了，已经打下来了。 美国派出了一架 F-22 战斗机，用一枚导弹击落了气球。气球在距离卡罗莱纳海岸六海里处坠落。看到这一幕，我的第一反应是：竟然用了一枚导弹去击落一个气球！这败家的拜登还不赶快把账单寄到中南海去？这钱怎么都得让习近平同志来出吧？谁让他把一个莫名其妙的气球吹到美国来的？ 玩笑归玩笑，这个气球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美国说的间谍气球，还是中国说的民用飞艇呢？今天美方据说又在境外发现了第三个同样的气球，之前刚刚在加拿大发现了第二个。中方为什么要突然往全世界乱放气球呢？今天这期视频，我大胆来推论一下这件事。 第一，是不是咱们皇上的手笔？第二，假如真是皇上的手笔，他那草履虫脑袋又是怎么想的呢？对于这个气球的性质，中方给出的解释是第一个被我否定的。我们看看中方是怎么给这个气球定性的。外交部发言人说，这个气球就是个无人飞艇，属于民用性质。 用于气象等科研，受吸风带影响，且自身控制能力有限，所以严重偏离了预定航线，属于是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情况。中方对此表示遗憾，但是不道歉。为什么我说这个解释一下被我否定了呢？关键词第一个，民用。大家试想一下，假如你生活在中国，你要往天上去放一个气球。 而且这个气球有三辆公交车那么大，大家觉得这个气球能顺利飞出中国吗？就中国政府对国民的控制力，我死也不相信一个三辆公交车那么大的气球可以在中国大陆的上空随便飘。要知道，大家玩无人机那都是有严格的区域限制的，更何况是一个巨大的气球呢？ 而且我们根据美方提供的照片，明显可以看到气球上有动能装置。如果是气象气球，一它不需要那么大，二也不需要装太阳能板。所以中国政府肯定是在睁眼说瞎话。最后，中国外交部在这次事件上再一次战狼附体，对此表示遗憾，明显是在回敬美国。因为我记得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时候。 美国说的就是 "I feel sorry"，可没有说过 "I apologize"。这个仇看来是一直记着呀。那么，美方说这是个间谍气球，可不可信呢？美国军方说，这个气球是直奔着们大拿州去的，专门飞到美国核导弹发射井上空搜集情报。气球上安装了精密的通讯设备，气球大小相当于三辆公交车。 是一家中国商业公司为中国军方提供的，底部装有螺旋桨，也可能有太阳能电池板可以导向。关于美方的说法，我认为不能全信，有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是也的确有一部分信息是可信的，比如这个气球上有通讯设备，的确是个间谍气球。证据就是我从中国官媒上找到的一篇报道。 这是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一日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科技进步打开新大门》。军用气球长时间飘在战场夹缝中。文章写道，在美军组织的雷云演习中，八套特殊的高空气球系统现身。这些高空气球系统可携带太阳能电池和相关侦察、监视、通信设备，在数万米高空长时间驻留，充当超低轨道卫星的角色。 这些描述是不是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流浪地球很像呢？所以我有理由怀疑中方的这个气球就是从美国这里学去的，也因此美国军方一眼就认出了这是个间谍气球。这篇文章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证明美方指控的这种气球确实存在，而中方也确实知晓这类技术。所以我认为间谍气球的可信度更高。 至于这个气球是否真的能获取美军的机密情报，中方的远程遥控技术是否真的过关？对此，我觉得大家不必太担心。拜登能放任他在美国上空飘这么久，就说明他不足为惧。拜登确实存在炒作这个气球事件的嫌疑。《纽约时报》甚至把这次流浪气球事件称之为导致中美发生了外交危机。 因为布林肯确实在即将出发的几个小时前突然取消了访华的计划。至于拜登炒作本次事件的原因，很有可能只是想借此再炒一炒中国威胁论的冷饭，抬一抬自己的支持率。那么，基于我以上的推论，这个流浪气球就是中国学了美国的高空气球系统放出来搜集情报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继续推测一下。 是谁下达了向美国释放气球的命令呢？会不会是咱们皇上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真的很大。不过凭他的猪脑子，他肯定连高空气球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一定是军方有人邀功，给皇上出了这么个主意。这是一次试飞，也是一次对美国的恐吓。最主要的。 当然还能送给全国小粉红一剂春药，大概就是说，我们的气球都可以飞到美国上空，如入无人之境。那么我们的导弹也可以直接干到美国本土。所以佩洛西也好，麦卡锡也好，他们去台湾，我们不出击拦截，不是我们怕美国，只是因为我们对此不屑一顾。咱皇上下的棋还没到那个时候呢。 时机未到，就不可妄动。这一炒作，中国瞬间又赢了，全网都是沸腾的民族自豪感。至于什么铁链女啊、携带男的，早就没有热度了。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反美来拯救舆论危机呀、啊。不过说句实话，共产党呢，向来都是只赢面子，输里子。前阵子说要搞经济。 对美态度缓和了不少，还派出刘贺和秦刚一顿和事佬。西方媒体都猜测中国的战狼外交是要转型了吗？结果这个气球事件一爆发，外交部马上战狼本性暴露无遗。这气球是你中国的，你自己也承认了，那也的确进入了美国的领空。按我们文明人的理解，我家的狗要是不小心闯进了邻居的院子， 我肯定是道歉外加赔偿邻居的损失。既然这东西没有军用性质，是个不痛不痒的民用装置，那不是可以和气解决的小事吗？结果，外交部在气球被击落后，又是一顿战狼输出。大家听听，中方对美方使用武力袭击民用无人飞艇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经核查后，已多次告知美方。 该飞艇属民用性质，因不可抗力进入美国完全是意外情况。中方明确要求美方以冷静、专业、克制方式妥善处理。美国防部发言人也表示，该气球不会对地面人员构成军事或人身威胁。在此情况下，美方执意动用武力，明显反应过度，严重违反国际惯例。中方将坚决维,维护有关企业的正当权益。 同时保留做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大家听听，多战狼！人家国土上莫名其妙飞来一个气球，美方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击落才是符合国际惯例的。要不反过来试试，让美军往中国大陆去放一个气球，看看共产党是击落不击落，骂娘不骂娘呢？都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过，我们也已经习惯了共产党的严重双标，对此我只能表示嗤之以鼻呀、啊。我这一天都在心疼拜登的这枚导弹，少说也得几百万美元吧。为了确保安全，还停飞了附近好几个机场。这些损失，拜登怎么着也得记在小本本上，去找皇上买单吧。气球残骸如今美军正在打捞，之后会进一步进行研究。 倒是真相就会大白，咱们大伙儿等着就是。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